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OK， 现在我们继续玩东方再起。那我们上集打败了最后一位五人众雾影财上，终于来到命道尾端了。要怎么脱离这边呢？大石块上面隐约好像刻了几个字：文武承德，一统江湖。这里好像有个机关，试试看吧。在限定时间内排出直行有两个有意义的字句：文武承德，一统江湖。文武承德，文武。文武承德。文武承德干，等一下哦。文武，文武，文武承。哇，文武承德一统江湖嘛，我先排一统江湖。一统，统在哪里？哦，看到了。统，文武承德一统江湖。是不是不能先排啊？好像不能先排。要绕一圈是不是？哇，为什么会这样？是不是不行这样啊？我应该先把它排成两个字一样的，有了是不是？莫名其妙。看，宁湖公子一行人就在前面，太好了，大家都没事吧？嘿，当然是全部到齐喽。前面这成格殿的东方不败就在里面。各位，就差一步了，我一定要亲手杀了他。待会要各自小心，走吧。我不能用令狐冲，对不对 ？OK， 最终决战。你们终于来了，东方不败。今天我们知道黑木崖，为了。就是终结这武林乱源，杀父之仇不共戴天。今天我要亲手血刃你，祭拜我爹。东方不败，你害我牺牲多少苗族子弟，我要你偿命。哈哈，就凭你们几个，无非就只能来送死。哈哈，什么？居然是你，林平之？想不到你就是东方不败。哼，那剑呢？不过是岳不群派来监视我的棋子，我早就将他给解决了。怎么着，令狐师兄，你心疼呐？哈哈哈！你这丧心病狂的家伙，为了复仇不惜杀害你爱你的人，你和岳不群又有什么不同？你，令狐掌门，这人已经失了神智，行为早非常人所能易度，我们不用跟他多说。只需叫他以命赎过。林平之，今天的种种不幸都是你自己造成的，不要把自己的不幸怪在别人身上。你们懂什么？要不是他父女处心积虑想得到我们林家的辟邪剑谱，我也不会被逼得家破人亡。哼，他们全部都该死，他们全部都该死。如今我学会了辟邪剑法，我才是武林盟主，谁也别想阻挠我。哈哈哈哈哈！我只知道，竟有那么多人为你这疯子白白的丧失性命。今日我要拿你的头颅，那祭拜雾灵姐的在天之灵。哼，死蛮子，我先拿你来开刀。大伙一起上。哦，张都不一样了，张都音乐不一样了。好，
那个香米我学到一招叫做夜炎之炎，然后他的招式是直接扣你家1500滴血，好，这个就不用看客气了，直接放大血了。他血不知道有多少，他应该也有大绝才对啊。应该没那么快死吧，我们等到放一招大绝看一下。最后回8000滴，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再等一次，先攻击一下，反正那补8000滴应该是不会这么早死。不放，我们等他一下。好。好痛，超痛！那是金针度二是不是？还是全针度二？然后补个血。直接被破，拜托扛死一死。而且林明真是飞起来啊，对，他飞起来，你想修炼辟邪剑法会飞起来。
不会放重塑上场是因为他血比较厚，完全打不到。好，夜宴之眼。啊，是的，是的。重塑跟猫一样，有没有？想不到灵尸体甚至复仇之心，竟是如此可怕！哈哈，我报仇了，我报仇了！此人便是东方不败，这么一穿越中大有出路。不，他是我师弟林平之。这个林平之自称东方不败，结果却落了跟东方不败同一个下场。原来如此。在那个《侠客风云传》前传之后的魔王也是林平之啊，结束了，是吗？有什么不同吗？不，只是算了，我也不知道。少了东方不败，光是刀走进他们也成不了气候，剩下的事就交给光伏去解决吧。瀑布姑娘，任务结束，是否代表你也要回国了？是的，如此，我送你一程。不用了，你只想跟我说这些，我向来就不太会说话。那么，瀑布姑娘，咱们就此别过，后会有期。后会有期。东方不败，这怎么回事？那明行之不是已经死于承德殿上了吗？难道他不是东方不败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此人阴险至极，竟然还把香敏抓走当人质。不管如何，只有走一趟黑木崖了。那个，要跟大家解说一下，其实后面接这边是因为在玩《笑傲江湖二》五岳剑派的时候呢，令狐冲击败了。就是假的林平之嘛，然后就事情就结束了，然后片尾就出现刚才的动画，然后令狐冲应该就是你玩《笑傲江湖二》东方再起一开始我们看到的那个动画，他抓走令尹当人质，然后写东方不败，那外传就把这一段后面的剧情给补起来这样子，因为李彤其实在《笑傲江湖二》五岳剑派就是本传的时候，他就已经出现过了。然后外传就是把李彤剧情补起来而已。所以我们要再回到黑木崖。OK， 好，那我们这一集就到这边结束啦。那喜欢频道，欢迎到我频道的左下方的图片按个订阅，到一个小红色的小框框按一个订阅，以追踪最新消息。你欢迎到我粉丝按个赞。好，谢谢大家继续收看喽，谢谢，拜拜。